原标题科普日本的华族都是什么人，仅次于皇族的贵族。1869年日本各地方诸侯版及奉还之后，废除原来的公家、公卿、大明诸侯等称呼，将其统称为华族。1871年日本取消旧身份制度，将国民分为皇族、华族、氏族、平民四等，华族成为仅次于皇族的贵族阶层，享有许多政治、经济特权。1884年颁布华族令，将华族分为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五个等级，其中旧公卿家族根据家世授予子爵以上爵位，旧大明家族根据石膏俸禄额和在戊辰战争中的表现授予男爵以上爵位，根据华族令册封的公爵包括旧武社家族一条、二条、九条、近卫、英司、原幕府将军德川家族，以及明治维新中立下大功的三条石美、岩仓巨士、毛利元德长州藩主、岛津忠义萨摩藩主、岛津久光萨摩分家计11家。后陆续将维新功臣伊藤博文、大山岩、山县有朋、德大寺公弘、西园寺公望、桂太郎、松方正义及编纂大日本史的德川国顺，由侯爵、伯爵晋升为公爵，共计19家。日韩合并后，义亲王李纲以及李建、李瑜等朝鲜王公也被册封为公爵。日本投降以后，公爵去世后，爵位不再由其子继承，至1947年废除华族时，上损岛津忠重、伊藤博经、英司信福、德大寺时后、岩仓巨荣、二条地基、桂广太郎继七位公爵。在太平洋战争中败于美国后，日本被美军占领，基于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造的目的，占领军总部希望能废除作为明治体制基石的华族制度。1947年根据新的日本国宪法，华族制度正式废除。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